好，我是心怡。今天呢，我将跟大家讲解如何操作我们的操作木偶，跟它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。然后我们的操作木偶呢，其实它里面是用木板制成的，就是这里到这里。然后它的手呢，是用纸皮跟布制成的。它的纸皮呢，就是在它的这里跟这里，然后布呢连接在这边，就两个纸皮中间，可以给它有活动的空间，就是它可以这样子，就好像我们的手腕这样可以灵活转动。然后它的手呢，就是用纸皮包裹住铁丝。为什么要用铁丝呢？是因为为了让他的手可以握住就任何需要用到的刀具。再来呢，就是他的脚。他的脚呢是用铁板跟木制成的。用铁板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脚，可以这样子，就他可以做任何跪着动作和坐着的动作。他的这个鞋子这边呢，是用木材刻成他想要的形状，因为男生的鞋跟女生的鞋是不一样，女生的话通常都会制成高跟鞋的形状，男生的话就是平底鞋。然后还他的头部呢，是用泥制成的，就是用泥捏成形状，过后拿去好像烘给它干，然后再上色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如何操作呢？我们的操作木偶呢，也被称为铁枝木偶，是因为我们是用铁枝操作的。它最主要的力量呢，其实是在于它的这一根，就是它背后的这一根，这一根是支撑起它整个身体的最主要的力量。然后还有左右两只是拿来操控它的手。然后我们如何握住木偶，给它不要倒，就是我们手呢比一个七，然后这三根手指头就是握住这个最中间的，然后两只这里，然后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就好像我们拿铅笔这样，就可以很灵活操控。然后这个最后面的，我们通常会把它就这样架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位，因为我们的木偶呢它有一定的重量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架着的话，就可以减轻一点我们手的力量。如果你没有架的话，你可能会这样，你握久过你的手腕就会感到有点痛，所以你就要这样子，就这样啦。金木
OK。